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哦。那我们今天谈一下法证人间系列的第一个小项哦，我们谈一个本来面目。我想这个主题呢，那很多如果是宗教修炼的人呢，这个以佛家来讲，大致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哈，本来面目哈。尤其禅宗的公案里面，都在探索这样的一个事情嘞。那为什么历史上这么长久以来啊，类似这样的题目呢，都还是被人拿出来讨论呢？那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末时期的宗教系统，还有人类这个空间来讲，事实上没有到这个创世主来哈，宇宙的根本的主哈，这个说了一切的源头，这个救世主创主来的时候，没有到他来的时候，这些谜都无法解开的哈。也就是大家啊，只能说说哈。那佛教里面常有的是像般若自性、佛性啦、空性啦，哦，一直在谈论这个哈，甚至有说的第八意识，这个时候阿赖耶识之类的那种所谓如来藏的这种观念哈，一直在那边推销跟猜测。哎，这个也是末时期的宗教现象哈。那更比较感觉比较深刻的，最近的话，因为看了各种宗教徒的他们在描述啊，他们那个系统啊，他们的这种基本的那种做了生命的观念呢。发现到啊，连这些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呢，这个也许是被人所非常推崇的人呢，事实上对生命的理解哈，其实是一知半解的哈。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啦，因为他有一大堆的教徒哈，都在听他的这些啊。他的讲道啊，还有很多的书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居士呢，也在看这些啊，说的啊，这些高僧大德啊所写下的这些啊，他们的书啊，不管是解这个经典，或是谈谈他们的所谓的人间佛教的概念哈，事实上。感觉都非常的其实是很无奈啊，无奈于是说这些朋友呢，事实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就如同那个禅宗的五祖弘忍呢，他讲的不明自性，修法无益呢啊，这个自信呢，说实在的啊，在当时以禅宗到今天为止，在创世主没来以前哈，这个也都是这样。虽然悟到了，证悟了也好，都只是一个什么，只一个啊感受啊，非常不错的感受，体悟到了啊某种现象。你几乎已经发现到这个天机一样哈，事实上在创世主没来之前呢，也都只能是说啊顿悟这个概念呐。那起而修行，当然身心会变化吧，因为你证悟到的是啊，你这个宇宙生命存在的一种哈一种特殊现象啊。顿悟的人所悟到的东西呢，事实上就是啊悟到了生命的。内涵真实的内涵的一个
感触啊，一个感触。那这不容易被形容呢，所以呢，他们常用不利文字来谈这个经验呐、啊，所以这个对一个动物的人，两个人一交谈的时候哈、哦，两个人都是动物的话，哎，很快一下就闪过去了哈、哦，那个没有动物的人来谈来讲，就是会摸不着头脑哈、哦。哎，就是这么奇妙的事情。事实上，这在这个创世大法传出来的时候，这个以佛成大法，以佛的国业修起的宇宙根本大法在人间传的时候，啊，当然人间的一切哈、啊，三界的一切迷通通会打开，但宇宙间的宇宙的真实的结构也都被打开来了，人体的奥秘也都被打开来了。啊，对于这个所谓的啊禅宗的动物的这部分呢，佛性般若智性呢，也一下子就这样直指人心的，一下子被这样直接点破了哈、哦。啊，说实在都没有什么迷了。事实上，很多的朋友哈、哦，这个大法中的学员一样，他其实看经典呢，看创世主的书呢，经典一看就过去了哈。事实上，很多的朋友、很多同修，他不知道他的经典看过去的过程已经达到开悟的状态。在过去的禅宗来讲，是开悟的状态哦，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因为觉得看书，就一本书啊，没有什么、啊，就这样很简单的啊。一本藏法轮的经典，就这样很简单的看过去啊，没有什么，我觉得讲得很好而已啊。哎，这个就是末时期哈、啊，这个人类的环境里面，事实上过去都不准人类知道自己生命哈、啊，人类的生命的由来哈、啊，很多的天机都不能讲。那藏法轮里面呢，它解开了很多的天机哈、啊，但是在这个没有一个修炼基础的朋友身上来讲，啊，一样是看不到那个天机和涵盖的一个非常微妙的那种叫做内涵哈、啊。事实上也可以讲说啊，在法上的证悟啦。啊，一般来讲，创世主所讲的话，已经是把很多人类的谜都打开来了，这个本来面目哈、哦，都已经打开来了、啊、可是呢，如果配合这些古圣先贤的预言的时候，各位会看得更清楚、更了然哈、哦。就像我们今天谈到本来面目啊，里面左右两边写的几句话，三界为何而造，千佛为何轮还哈、哦，这个来讲就很直接的帮忙哈、哦，一个修炼人能够明白哈、哦，自己所处在的宇宙时空的位置所在，跟自己应该要担任的。啊，这个使命也好哈、啊，或是自己啊有什么样的这种跟创世主世界的约定呢、啊，也会我会有难了这样我说明白哈、啊。当然，创世主他一路过来给所有弟子讲的法，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哈、啊，讲得很透彻了。好、啊，只是先在这一方面呢，也许。没有更多的这种比学比修之下，就看不到整个的轮廓、哦、跟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啊、那讲到本来面目来讲，事实上在创世大法再传出来的时候，就直接破了、哦、直接都破了、哦、那只是我想这些很多的同修呢，他因为没有这些宗教的修炼的经验呢、啊，甚至没有走过类似的这种修炼过程，宗教中的修炼过程，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名词所在跟宗教系统，他们一直在等的啊是什么样的啊最后的天机啦。所以一般来讲，也只能在自己的这种生活环境里面呢。啊，打滚而已哈、哦，他无法这样伸手去唤醒其他的生命的大觉醒、哦。
这个也是啊、当然就是每个人使命也许不一样吧，但是身为创世大法的这个大法弟子呢，事实上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也就是说的弥勒的火成大法，所以呢其实是从活的果业修起的法，它自能破人世间那种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以下的哈、啊，如来所阐述的东西方圣人所留下来的这宗教的教化啊，几乎都可以破解，完全的破解。所以，其实上我们提到的万教归宗哈，一切万教的源头，这个就是创世主已经来了哈。一切万教的源头，最后当然万教归宗哈，万法归一哈，都在这个宇宙根本大法上哈。那有所有一切的宗教的迷，所有人类的迷，科学的迷啊，哈，你连外星人的迷哈，通通都解答了哈，通通都解开哈。这个就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在人间弘传会展现开来的所谓生命的大觉醒哈。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刚开始而已哈，各位初期也许看到围城现在在讲的视频也好，好，各位在展览里面看到我们的圣人出世也好哈，这些古圣先贤留下的预言也好啊，这些啊，这些所谓的月球的秘密也好哈，月球创造者的秘密也好，人类起源的传说也好啊，也许都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哈、啊、大的启示哈、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今年开始，2022年开始呢，人类的大觉醒的一年开始哈、啊。当然，人类会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天象啊，天上的盘。好，现在目前在转动过程，人间也相应的很多事情在变化哈。当然，主导趋势的我们以华正人间的这种火成大法的气势，宇宙根本大法的气势，在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进程哈。所以，我们陆续这样会为各位解开了，这是所有生命的谜哈，华正人间的系列哈。正法性于世间，神佛大显哈，乱世缘界的善解哈，里面很多的天机都在其中哈，都在其中哈。那我们发现到说，在一些宗教里面，也许有些像印度人呢，他也许生活大家啊，当然这个里面的这种的。这个贫富差距的情形也好，但是印度人普遍他们环境的教育里面都知道人是可以重生的哈，对，这辈子做不好的事情下辈子可以把它做好，所以他们生活就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哈，这也是很特别的现象。可是在我们知道的基督教呢，跟天主教徒呢，这个必须要信他的主哈，才能得永生哈。他们故意的规避了。事实上，这些啊，这个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这个新约旧约圣经，事实上它背后引开来，就是事实上生命是有轮回的哈，是有轮回的哈。这个是，其实上耶稣也有讲啊，也有讲，他其实很多都被抑制下来了，抑制下来，也就是宗教已经这样啊，走向这个宗教化了。本来圣人传出来的他的教法，口耳相传了、啊，教导弟子怎么样的修持，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修持，好、啊，这个就是接着要讲道了。讲告给他的弟子啊，释迦牟尼也是如此啊，啊，这个老子也是一样哈、啊，老子也是一样哈、啊，还有这个苏格拉底这边一样哦、啊，都是这样啊，像一个讲道传道的人这样子哈、啊，后面啊人就把他的很多东西写出来哈、啊，写成经典哈、啊。那事实上因为。到后期啊，宗教末期的时候，宗教都走向了形式化了，走向形式化了，就会变成维护这个宗教的利益，
维护这个所谓的群体的利益而讲，而讲，而且而讲，就违背了真正的这个竭泽传话，他那个演绎啊，都会被给抹黑掉哈。所以在末时期的人类的空间里面，人心哈，人心败坏的情形不可思议啊。那宗教里面的败坏的情形也不可思议，为什么人无信化耶稣了？在末时期就是如此。所以接着创世主呢，弥勒圣人才讲，才人间传话。好，最后救度2亿年里面呢，最后的救度到眼前为止。这个创世主在人间打开这个天机已经30年了，竟然没有多少人知道创世主已经来了。这个开天辟地带的千佛灵王万主下界的这个宇宙间的主，真正的主，创世主、救世主已经来了，已经在人间传话了。这个能够识别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创世主很简单，他的教化中能解开一切生命的谜，解开一切宗教的谜，佛教的谜，所有宗教谜都能解开，人类空间、宇宙空间的所有生命的谜都能解开了，何止是人类人间的东西呢？这个是真实不可思议的。啊，真正的这种创世主呢，他在红船最无法的时候，不会跟你要一毛钱的哈，他就是传话，红船这宇宙的根本大话，所以他高阶弟子呢也不准讲，你这传这个法也不可以收钱哈，不可以收钱哈，因为这个是所有生命的，所有生命都在等的啊，最后的救度哈。因为所有生命的来历呢，都是宇宙很高的神下来的，哦，所以烧饼哥才会特别，刘伯温才会特别讲到，现在是一个啊，未来佛、弥勒佛下凡传道，天上的千佛灵皇万主下界哈，啊，那这个，如果这些天上下来的神，如果不能遇到创世主的他的宇宙根本道话，宇宙将会没有位置哈，那消了果位哈，这个宇宙就没有位置了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谁能够解开这个本来面目？唯有创世主、弥勒圣人啊，真正的宇宙的开天辟地的觉者。好，他才有能力来解开一些生命的本来面目哈。啊，所以在这种全球宗教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这个就是生命有一个时间点来讲，来逐渐的认识到，来逐渐的大觉醒哈。那微尘一路过来，现在目前也是前面的积极在推动这个啊，这个。这个创世大法的天机哈，创世主以来的天机哈，那圣人呢？创世主呢？在今年的红影六，他的一本经书里面特别讲到，世人都是神转生，所以我们发现到这句话足以让很多的生命啊觉醒哈，觉醒，因为它是触动到生命最深层的地方。一切生命在下来之前，在创作者面前所写下的誓约里面，好，都直接这样都压在每个生命的眼神里面啊。所以，当各位看到世人都是神转生的时候，讲的不是别人，讲的是各位啊，各位就天上下来的哈，千佛万主哈。啊，法王天主随着创世主下来，为了更新宇宙，不要再尘土毁灭，所以来到宇宙的最底层。那三界也因此而造哈，各种的颜色的神，后命呢，在人间以他的形象造人哈，所以百种人的神有好几种，头发颜色不一样，眼睛不一样，
啊、哦，那黄种人也有哈、哦，也有女娲跟老道哈、哦，那佛家的哈、哦，印度的佛家的人种，还有红种人，埃及原来是红种人，还有黑人的神也不是一个哈、哦，所以啊、这个天地一打开来的时候，很多谜都在打开哈、哦，都在打开哈、哦，那各位一定会认识到。你到底是谁？我到底是为何来？要去哪里？人类的终极答案，哈、哦，也在打开。所以，微尘在海外，在2022年，在日本也好啊，拉斯维加斯啊啊，这个日本还台北国际书展、火车展来讲，我们通通来告诉世人，哈、啊，我们世上都天上的神下来的哈。为了宇宙一件大事，宇宙的沉住坏灭，为了挽救宇宙的沉住坏灭而来到人间、哦、那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废话，直接讲了，直指人心了。宇宙根本大法在传，也是直指人心，没有废话、哦、所以各位如果看到微尘的事情，不管你有心没心，不小心看到了，赶快订阅，赶快订阅，那按了小铃铛。微尘一路过来，会把全部的人类哈，整个人类整个全部打觉醒，啊，整个生命通通恍然大悟的开悟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动法正人间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来让大家大觉醒，我能讲，因此能得法，得法。啊，他明白你既然是天上下来的神的时候，你身心就会变化、哦、你遇到宇宙的根本道法，再写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的天机，很多的身心变化的这个事实呢，也会在你的修炼过程中、哦、逐渐的成熟跟打开来、哦、今天讲到本来面目呢，事实上就是因为也看到近期里面呢。啊，这个我们看到了啊，很多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啊，这个不管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好，还有我们也有去日本展览也好哈，在还有拉斯维加斯的展览哈，我看到了很多的宗教人士也好，很多的外国人呢，现在其实在第一次听到哇，不得了。不得了，因为创世主已经来了、哦、既然都天上的神下来、哦、这个概念超过一般的人类想象了，但是这些事情呢，谁都挡不住，已经开始向全球打开来了、哦、我们去日本的东京啊，东京的内容展、授权展也直接也展开这个天机、哦、这是因为创世主他非常的慈悲，啊，直指人心的讲出宇宙那个根本大法的一个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啊，提到的是世人都是神转身。当各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那红尘已久的记忆就被打开来哈、啊，你将会知道你是谁，为何来，要去哪里哈、啊。那我们今天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的，就是本来面目，还有人类的这个末法末节时代的这个宗教呢，事实上，已经在末法末节了，所以人无心法，已经没有法的力量的时候，啊，想要了解生命的真相，还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创世主已经来了。他带了一处根本道在人间红传了，所以各位呢看到微尘呢，各位也可以很快就找到创世主宇宙根本道，找到创世主，那得到他的宇宙根本大法，哦，这样你就能够修回去哈，回到你那个庞大的宇宙天理上的自己的世界哈。各位都是天上的法王天主下来的哈，非常高的层次的千佛万祖下来哈，所以都不是泛泛之辈了。啊，那珍惜自己的这个过去的事业因缘呢？好、哦，看到微尘的创大团队啊，在你面前打开来的天机的时候，各位赶快去加入这个微尘创大团队哈、哦，
你也很快就可以跟上这个正法进程，这个是宇宙在更新的进程，创造主在弘传救度的过程，他让所有的这参与这个像微尘创造团队的朋友呢，都能够这样，都能够去全球普渡的去救度世人，也是完成自己事业的一种机缘啊，非常重要的机缘啊。那希望大家如果看得懂的话，你赶快加入我们微尘的这个视频哈，微尘的观光的频道哈，这个视频啊，同时点那个小铃铛啊，然后加入微尘创造的团队，一起来弘传创造主以来的天机哈。这个全球人类都在等微尘创造者团队把这个天机带过去哈，所以我们一直在计划的像全球也好，在台湾也好，慢慢的把这个机缘，把这个天机呢来打开哈。好，我们今天简单的华真人间系列第一个小项未来。本来面目就先讲到这里哈，各位听到这里应该知道三界是为何而造，那千佛为何灵还哈，这个是我想各位听到这里，微尘也都是很直接的在讲这些天机哈，没有拐弯抹角哈。没有拐弯抹角哈，这个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希望大家赶快的去转发给你的好朋友哈，你也有很多 data， 你就把它存档起来哈，随时有空在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媒体系统上都可以转发出去哦。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切莫。